克风灾发生至今已经三年了，大家最关心的是攸关山中居民生计财产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好了没有。133县道与台20县分别坐落在老龙溪的两侧，风灾前有十年左右的观光荣景，沙滩车、泛舟和温泉业者共荣共生，加上藤枝森林园区形成高雄市重要的文化景观资产和民众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高雄市县市合并以后一个后花园。那133来讲、它的一个地理我们可以，它本来就是一个温泉休闲的一个通道嘛，一个廊道嘛，在那个宝来、新开还有不老有温泉以外，它本身也有，它可以结合那个台27有一个彩蝶谷，还有结合茂善品，还有我们的藤枝森林游乐区，另外还可以结合我们的斯巴罗汉山，它是一个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休闲地图了。风灾后的老农溪因为大量淤积的沙石短时间内无法再泛舟，山林景观也遭到破坏，温泉与观光产业应声而倒，大量的商家因为没有生意而纷纷歇业。然而这三年来仍然有群深爱家乡的人们苦守着自己的家园，期待生计露出曙光。80年到95年之间呢、是我们这边非常很大的一个地方，不管是不老还是宝来，这边的生意真的大家都非常好，也是最让我们现在津津一直在回味，一直在津津乐道，一直在讲的就一直回想说那时候生意怎样，到现在真不能比，一个好像在云端，一个好像在底下一样，大家都不愿离开，因为要出去外面的话，因为要出去外面重新起造的话，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啊！啊，你要出去外面要做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出去了，这些留在这边的东西，等于做成废墟了，要叫谁管理？你现在要卖掉的话，人家不要呢，都贷款了在撑啊，对呀、就是爸爸水在之后有没有？有三年没有利息，这样子有时候借来再花的呢。现在三年到了呢，要缴利息了，而且利息是讲按得三档搞，按三档这个工中无遮歹个，按这三档较紧甲抢抢个用用个吼，来甲重建吼，物件爱改动爱修理个啥货借来开，过个三档一定个人靠，想讲三档搞人客都来啊，在这三档搞人客拢无啦，还袂来，还是在维持在88。时阵了呢，对呀，就是这样子。我本来是想说，我那时候爸爸水灾之后，然后我老公一下子就是因为爸爸水灾又没有了，就在这样失去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那时候孩子跟我真的是活在监狱、在地狱里面，真的非常每天日子都是真的非常苦的日子。他留下这一片。的话，我也不甘愿说就要这样子，给他放弃，因为这一草一木都是我们夫妻秉持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我也不甘愿说这样子就老公离去，我剩下我跟孩子就这样子倒下去，这段日子过来到这现在啦，三年多也觉得很心酸，日子不知道要怎么过，好像看不到未来。其实市府来我们这边看过也蛮用心的啦，他其实他 也想说，唯一我们这边有温泉区嘛，他是我们这边高雄市的后花园，他有心要转我们这边的观光提升起来，
也不要输给那个四重溪啦、关子岭啦，因为高雄市的唯一的温泉就是我们这边嘛，宝来跟不老这边嘛，他也是想把我们这边提起来做观光温泉区啊，也蛮用心的啦。啊，可是就是说，因为一次次的记者报道我们这边的路况啦，有多糟啦，有怎样子啊，其实他来我们这边建设也蛮多的，蛮用心的，就需要我们这边的，就比如说道路啦，还有这边的那个周围的步道啦，他也蛮用心在做的啦。啊，可是你这样子在用心在做，做到做最后，我们业者也有跟他，如果要做要求配合什么的，我们其实观光巴士啊，哦，其实他也用心在做，在做了。啊，我们也很认真在配合啦，是希望说我们大家能够把我们这边又提升起来啦。啊，可是就是一次次的台风又报道，记者来我们这边又报道，我们这边哦又驱离啦，要大家要再出去啦，还是我们这边路况不好啦，然后就是一小小的摊方又变得说很多夸大其词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影响我们真最大的致命伤啦。除了业者和观光推广的努力，最重要的还是133县道的修复，才是最长久根本的解决之道。重建单位也了解这个根本原因，在三年的重建过程中，133县道透过政府工程的努力，渐渐恢复了畅通。这一个道路摊方，它的长度大概广达200公尺哦。那当时是在98年莫拉克风灾造成整个道路的交通中断。那由于我们高133线是整个六龟区的一个温泉的一个经济动脉，也是唯一的交通动脉，所以当时在发生灾后的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们就进场做一个复建的一个建议。那我们需要把这条路做一个复建。那当完成这些规划设计案的时候，其实已经快接近整个所谓的地区的一个汛期。那我们就把这个整个一个施工的一个程序做一个调整，就是说我们希望把钢桥这部分组装跟吊装的作业赶快先在汛期之前把它架设起来，避免受到上方一个野溪的一个冲刷，造成路面没有办法去架设相关的一些机具，好来架设这个钢桥。而在下方的一个老龙溪，它也有一个河畔，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施工动线，所以我们的因应方式是希望赶快在汛期之前把这些需要大范围、大面积的一个空地先腾出来，把这个钢桥吊装就做一个完成。重建的过程中，我们不希望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钢骨结构，也希望融合地方的意向去做一些绿意或是相关美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一些边坡处理上，我们是采用一些绿色的工法做一个护坡的措施。那当然是这些都是符合相关的政府规定的一些相关的环保法规或是水保法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是现在是做一个喷子一个腐殖图，后续会有一些喷子槽种，让这一片的一个边坡除了受到一个保护之外，还会有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生机。风灾前以泛舟和导览业为生的潘怡珍，灾难发生后，因为对乡里间深厚的感情，转而投入志工的工作。同学长，无够大声，我跟你讲，我拖到是爱哈大声的，对来，同学长，起来哦。阿妈，你开会使动，不要紧，不要紧，阿妈你坐，你就要坐着，你就要坐着啦，坐着。班长来啊，脚拢无动啊，你这班歪去啊啦。骑马舞哈，来，坐到地。开朗活泼的潘怡珍，为灾后心灵深受打击的人们带进活力的曙光。回想三年来的重建之路，有感伤，也有希望。
刚开始哈，看他们这样子，心里其实我们也很不好受，嘿。然后我是从到我理事长的身上学来很多东西，还有我们的一些里监事这样子。嗯，这边的居民真的给我，也是给我机会啦，嘿。我先从老人家先把他带出来，然后我请了那个中华心理协会，还有就是心理諮商来先做一个礼拜两次的那个两个小时的那个访谈，还有就是运动，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哎，不错，我可以忘记就是八八风灾的一些状况，嘿，然后也不会去想八八风灾的情形，说我亲人遇难了，或者是说家园没了这样子，哎，走出来之后，慢慢的我从学童开始，就是那个学童的话。他们也走出来，然后因为这边隔代教养很严重，就是老人家带着那个小孩，然后之后假日跟我一起出来当志工啊，先把那个新发里的那些空地啊，先把它打造成那个社区绿美化空间，然后再就是用一股一股的那个菜园，嘿，然后让游客来这边认养，然后可以搭配住宿这样子啊，没想到说这个可以提供就是老人家的那个生计，嘿，然后至少也可以让学童哈可以学到更多，就是这边的自然农法的一些种菜啊，还有就是古时候的一些文化，我们的文化的那个继承这样子。